紧张，深呼吸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东怕怕、西怕怕的吴胆量啦。吴胆量啊！小朋友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心里有话却什么都不敢说的假星星哦，假星星。好美丽哦！好美丽！哎，小朋友好，我是他们的老师。老师好。哎，坐下吧。哎，小朋友，今天我们社会课呢，要让大家认识东南亚。哎，有小朋友知道东南亚在哪里吗？东南亚。好，今天就是老师要教的啦。东南亚就在亚洲的东南边啦，东南边，台湾看过来就是在西南边一样，西南边。哎，东南亚有很多国家哦，嗯，有哪个小朋友知道东南亚里面有哪些国家？美丽，这还不简单，有泰国、马来西亚，还有印尼啊。国家是越南，老师，我跟你说，越南啊，是我妈妈的家乡耶。谢谢善良。说到越南啊，老师今天就特别从越南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哦。神秘嘉宾，他也是老师的好朋友哦。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他出来。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呢是善良的妈妈，我是越南人哦，我从越南呢嫁到台湾这里来，已经有10年了呢，哎呀，那现在让善良妈妈为你们介绍一下越南的美食好了。美食哎，好好吃哦，我看到这一盘，好好吃哦。跟你们说哦，这个呢是我们越南的河粉。河粉。对啊，来越南一定要吃河粉哦，不吃可行啊，哎呀。最好的都知道了。来为你们介绍第二个美食哦。哎，哇，好聪明啊你，哎呀。这个是法国面包哦，法国面包，那明明就是从法国来的。哦，那善良妈妈跟你们说哦，因为我们越南呢，很久很久以前就是给法国管的，所以我们就久而久之习惯吃法国面包，也渐渐的喜欢吃法国面包。哎呀。介绍一个我们越南人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料哦。什么？你猜猜看啊。黑胡椒。什么？鱼露。当然，有没有看到？鱼露。给你看一下。啊，小朋友来闻一下。哦，好臭。哎呦，老师，没关系啦，我知道这个鱼露呢，味道有那么一点点的重，可是它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哦，哎呀！我不确定我这样说对不对呀、啊？那你说，老
老师听啊？就是老师，我们的臭豆腐也很臭啊，但是很好吃哦。我想鱼露虽然有一种奇特的味道，但是是家乡的味道吧。那你下次吃吃看，再跟老师说。好。嗯、好，那现在善良的妈妈呢，要为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越南的乐器哦。因为我们越南呢，盛产很多很多的竹子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乐器就是有很多很多都是由竹子做的哦。哦，是什么？例如这个琵琶。还有这个笛子啊，都是由竹子做的哦。哇，我妈妈好厉害哦，多才多艺耶。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台湾也有啊。哦，对呀、啊，我们越南呢跟台湾有好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呢。哎呀。哎，小朋友有什么问题想问善良妈妈的吗？想问什么？老师，既然善良妈妈来了，那她可不可以教我们讲一些越南话？哦，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呀、啊。好，善良妈妈要教你们第一句越南话呢，就是怎么跟人家打招呼好了。在越南呢，要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，要说“新早”。新早。好，小朋友跟我念一遍哦。新早，新早，哎呀，不是啦，你们好讨厌啊，不是洗澡啦，哎呀，不是不是啦，来，最近在妈妈说的，最近在妈妈说的，是行新早，新早，对，注意听哦，新早，新早。小朋友念得好棒哦！好，那我要教你们第二句话，就是谢谢。在越南话呢，谢谢我们要说感恩。感恩。小朋友要跟着念哦，感恩。感恩。这听起来有点跟台语感恩呐有点像，可是有点不一样哦。哦，老师，我妈妈还教过我一句也是很常用到的越南话哟。是什么呢？是对不起。哦、对不起的越南话叫新来，新来，新来，新来。哇，小朋友都念得很好耶！谢谢善良。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会说一碗、两碗。三碗的沙瓦迪卡，嘴里不要吃豆腐。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听善良妈妈讲那么多越南话，我们一起复习一遍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复习哦。你好，叫做新早，新早，谢谢是感恩，对不起是新来。哇，小朋友都念出来了，好棒哦！好，现在善良妈妈呢，要为你们介绍一下越南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跟台湾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哦。啊，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呢，是我们越南的竹笠。竹笠。说啊，所以老师啊特别带了台湾的斗笠来做比较哦。哦，那你是把去会不会图画画都太贵了？太贵，真的不太一样。你们看台湾的斗笠，这里好像粽子哦。越南的竹笠上面尖尖的，然后直直的下来耶。对呀、啊，是真的不一样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妈妈这个越南的竹笠里面有很漂亮的图案，是台湾没有的哦。对呀、啊，你们看这个美丽的图案呢，就跟我还有我女儿一样美丽了。哎呀！我才不
为你们介绍一个越南很特别的东西，它注意哦，它很重要哦，小朋友要注意看好哦。是什么啊？是什么呢？快点拿出来！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有没有很漂亮啊？它呢，就是我们越南的传统服饰，长衫。长衫。衣服就衣服，光光裸裸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长衫呢，代表着优雅。优雅、纯洁、纯洁，还有奉献、奉献。在越南呢，我们每个女孩子都有这么一件的长衫哦。妈妈，我长大也会有吗？有啊有啊，乖女儿，我当然会亲手为你做一件啊！哎呀，在我们越南的一些重要节庆里面呢，我们都会穿上这一件长衫来庆祝哦。好哦，是不是？那就麻烦你那个小朋友传阅看看。嗯，我想看啊。在传阅的同时呢，我们一起掌声谢谢善良妈妈。拜拜。拜拜。各位要想我。举办一场东南亚服装秀。哇，老师我不想。老师好期待。我不期待。哎，下课了，小朋友椅子收一收，我们去睡觉喽。去参加了，哎，小朋友，你们想不想看啊？想。